何为旅行？旅行不是一次出行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。旅行是一次过程，一次发现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。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。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。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？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，生命将引领你去向何方。路易威登。